study 跟 read 到底差在哪？啊？study 跟 read， 但你都要一点书啊。study 跟 read， 一个是看小说，一个是 study 是上课的就 study，read 是看小说就是 read。我拿出一本书，我也叫 study 啊。没有，你不会说我在 study novel 啊？你是在讲什么？但你可以 read 那个 textbook。那你一定是成绩太高，你在 read textbook。是奇美的 stylus LED New Kelvin， 看来是18瓦 LED。哦，这一盏灯比较酷炫的是，它有 USB 可以让你来充电，你就可以插到灯上面，然后充手机。那太快充了？没有啊，它只有5瓦，你大概要充5个小时吧，超慢。他说无紫外线，直接开箱开起来了。哦，我怎么他差点？你是开箱都要从反方向开？他差点飞出来！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！它是让你放手机的。什么东西？所以你买一个灯，它附一个手机架。你说放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它就是你自己看它的说明。它是磁性，所以它要吸在那个灯上面嘛，是一本黑色的说明书跟保证书。来，我们继续看这个神奇包装。买那么多东西。看来是变压器，24×0.75是多少？24×0.75是18瓦的输出，那就是跟这个 LED 刚刚好，完美搭配的变压器。这个产品包装充满了纸盒子。What？ 是我脑袋坏掉吗？快把它拆开来！好，怎么把它我拆不起来？这个气球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坏掉了，它为什么卡在一个奇怪的地方？被逗到的眼珠，没关系。我们来掀开它的底座，哇塞，这感觉可以直提饼哎，这超重的。我头会不见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白痴哦，原来我们是智障。啊？它可以转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对，灯座，你这样吗？它感觉要掉下来，我是没锁定。它看来只能哦。它看起来会倒啊！它只是让你放着，它不是让你。可能地震它就会倒了。哇，它看起来有个瞎趴的，一个奇怪，它听起来是飘起来。哦，这一个、啊、这一个有弹簧，所以它会比较好往上抬，比较好调整角度。我只觉得它快断掉了。快插插头。所以这是1、2、3、4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那个加减是亮度变吗？我觉得没有，可能你要按久一点啊。有，它有变，它底座还蛮好转的，对，是滑顺底座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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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是不是有点松？这个可以调，可以用紧啊，可以吧？这个可以调紧，这个也可以调紧，少转它。可以这样，你就可以，你看我要展示这个，这样，你觉得这里放一个盆栽就可以种花，小完美，还断掉了，不会啊，它看起来还蛮 OK 的，它转那么多是要干嘛？它可以一直转吗？可以吧？不行吗？一直转，线都断掉。是啊，为什么两边角度不一样？哦，它这里还可以再转一点，好瞎趴哦，这边还可以再转一点呢。预约模式。我说你开了这个，还23分钟会不会关掉？为什么是23分钟？所以它计时器是23分钟会关掉，所以它是睡前吗？你看你读书只读23分钟就关灯。哎、欸，还蛮赞的嘛！你就读书读23分钟，时间到了它就会叫你休息。这个微调好赞哦、喔，怎么可以这么赞？赵露尼没有照到，赵露尼没有照到，超猛哎、欸！它最亮是哪一个模式呢？我猜应该是这个模式，这个是什么？是 read 还是 study 呢？是 read。所以你现在的台灯还会闪吗？它超暗，你看。
他有完全没有用处，他看起来有开跟没开一样，他而且还会闪，他真的会闪，他现在有的哦，他在闪，你菲利普不能调颜色吗？还是可以？哦，他只能调亮暗。灯具发生冒烟火花等现象，他亮度要凭感觉调。对啊，他可以用暗的吗？不行。可以呀、啊，只是太多了吧？因为他的特色是无段式调整亮度，太暗就给他调亮就对了，太亮就给他调暗，我管他的，旧的灯连亮度都不能调，他就是永远都是最暗。他说明书只有写出这个头可以180度转，但他怎么可以转到后面去？所以我把它搞坏。他只有写说可以180度，只有这样到这样，他怎么可以转到后面去啦？180度？没有啊，这样完全超过180度啊！什么东西？我整个把它转烂了。这已经，我已经超过180度。这个是，这已经270度、300度了吧？不止270了。这样至少45度。对啊，这样已经320度。我已经突破极限了。哦，他说，请勿超过安全使用范围之角度，大于以上图示之角度，本产品容易倾倒损坏。它整个下面都可以使用，怎么还？一整页。你要把手机放在这里啊？这根本装置艺术吧？这看起来有没有瞎趴？桌子就长得很艺术啊，三个台灯是要干嘛？没有，你是卖台灯的、啊，你是装置艺术。台灯有够瑜伽的，它怎么可以变那么多奇怪的？手机快摔死！哇，出事了！哦，这灯怎么那么烫啊？这个整个都是灰吧？还可以多长？好像还有。这个真的超赞啊！这个可以调这个12度，真的是无敌，可以直接从。照到你眼睛，到不要照到你眼睛。你这样是不是食物看得特别清楚？我手要看他们特别清楚。没有吧？你那个是放，对呀，那个是放耳机的。你已经开始改装你的灯了。The New Kelvin 蛋卷冰淇淋，奇美蛋卷冰淇淋，那是益美啊，不一样。哎，全新台灯。You like it?怎么样 ？How you like this？ 就这样子，就两个关节可以动这样子。你还可以，它其实很多关节，哪里？它可以前这样子。对啊。还有呢？然后还可以转最上面的头。最上面的头，对啊。可以左右转。左右转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左右转。这个左右哦，哦，所以这样子干，这样很好啊。你一定要这么骨折状态吗？还不错啊，整个针就是这样子啊，对啊。计时模式这怎么计时？他说23分钟，爱你是23分钟，现在就是23分钟，他就会23分钟，我就会关掉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23分钟，他觉得23很吉利，他觉得23分钟你应该要睡着了，对啊，然后就关掉。23分钟的书就够了。好吧，你23分钟再不睡着，就是读书开始，然后23分钟就可以休息，休息，超赞！哦，糟糕，我们又入境了。对啊。对你说看剧比较重要，对你说看电视比较重要，所以就直接买起来。你花钱就是直接花下去的，先去看电视。我怎么听到他骨折的声音？我妈把它对折，这样。他说这样比较好回收。回收吗？好，结束。